欢迎李正武演唱圈。像这个圈，我给他的一个状态就是，其实这个人生呐、就一直在转圈圈，几岁到几岁是一个轮回，几岁到几岁是轮回。我希望他在这歌里面前面展示出是一种青年人呐、这种青少年对于人生那种很厌世的感觉，就是有时候我就是吊儿郎当，无所谓，你们讲什么我都不爽。可是到你慢慢成长，你就知道你就是要面对，你就是要放开来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。所以我把他这个歌分成前后段，第一段的真假音的互换到后面真的整个释放出来。那我觉得真吾他其实在声音上的使用有很多的面向，跟他讨论他都能够立刻反应，立刻做出来，只是在里面我们选择最适合这首歌的一个唱法。